좋아. 네, 하죠. 보자. 大家，姐姐，我们今天要回答大家的问题哦。 姐姐感动，什么意思？这样子你们以后都不感动嘞？我要来播你的歌了。语音好像是，要按哪里啊？我发现刚姐姐家播比较白耶，都是哦。你要听崇拜吗？好啊。 我自主三歌，你后面姐姐就不看了，太过分了吧？黑臭是八方，大家晚安，我要去带花。 今天也是花仙子的一家，大家晚安。今天也是花仙子，咖喱锅贴我还没吃过哎，大家晚安。不会不可能。 太久不见了吧？晚安，Hello， 大家晚安。仙子家，为爱就是悲哀。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进行我们第一题。第一题跟哪一题非常刺激的题目，就是有人问说，就是请问那个台北郑宇薇，就是他有没有男朋友？我们请本人回答。 那你不是说你要回答？我要回答，你回答啊，本人。哦，所以我要说母胎单身之类的。对，你要说我母胎单身。我母胎单身。他还比个动作，就是没有人看到他。是我母胎单身，然后完全没有人看得到他，好吗？我母胎单身。哇哦，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真的。母胎单身。 去哪里排队？先不要，先不要。姐姐有想教吗？找不到，真的是找不到哎。现在的姐姐都很挑我，她都不随便教的，说是找不到，其实是很挑。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吧，姐姐。 存在你，晚上好，姐姐，你阿贵说姐姐你找到了，嗯，他说嗯，呵呵呵，我觉得八方的那个。 寒天很好吃，在中山啊。嗯，的寒天很好吃。啊！选我，选我，你用稿说选他。开始发号码牌哦。选我。Yes。 选我，选我，选我。我要看下一题了。你。 在这，看一下下一题要回答什么。
题说你昨天中午吃什么？其实我昨天没有吃午，我昨天吃早午餐，大概十点多吃了，十点多吃了一餐，然后就没有吃午餐了。先问你多不错多啦，哎，这不错多啦。姐姐找男友的标准是什么？没有标准。我觉得是好笑，我觉得你的标准是要好笑。我觉得他可以，这个可以。他喜欢好笑的男生，对吧？他喜欢幽默的，别、yeah. ，他喜欢幽默的，就可以一起笑他，一起笑他。我要伸出两个吸管，我自己有不行吗？你不要吸有口红的。米总说你要抛弃青蛙，你这样不行耶。定狗就是一个笑话，不要这样。Oh my god。两根吸管。你要吃了，你要哪一个 ？Skia。哎，可是 Skia 它不是有早餐方案吗？对呀、啊。我是看，它不是十点半前买比较便宜，我才走进去了，结果我发现没有哎、欸。它是不是没有了？不知道哎、欸。觉得被骗。你就硬是要吃啊！我要吃那个早餐。你要哪一个帮你开？所以昨天中午就是吃早午餐。你的笑话飘过去了，你的笑话是什么？动词后面要接什么词？名词。词。啊？什么意思？动词打词，这个吗？动词打词是这样是这样吗？动词打词，动词打词，动词打词。大家有听到？我今天在，大家有去看小琴台吗？我今天在小琴台讲一个笑话，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白鞋穿很久会变得很好笑，会变得很幽默。哎、欸，你可以买白鞋，因为它穿久会变得很好笑，因为它就会变灰鞋。哦，穿很幽默、欸，很幽默、欸，很幽默的鞋子、欸，哎，很幽默。早午餐很多种啊，我就吃薯片啊。我就是薯片啊！番茄，耶！这是什么姿势？谢谢 Miso 手的杂志封面照，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然后我们就马上，哎、欸，我今天要那个，我今天要准时下播，我们今天要朝准时下播的方向努力。所以呢，如果可是我还是想要回答完全部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有问题没有回答到的话，我会下次回答好吗？谢谢咪手手的爱你哦，跟老沙的掌声鼓励。通大沉迷，那你突然 get 不到大家。我们今天来，然后我们下一题来，就是一个有点长的问题，我们直接进入一个严肃问题。来，我要把他的问题念完。来，我要念完他的问题。我刚才说，我发现大家留言变很好，跟我一样变得越来越长，就是留言的部分。有人说，沉迷赌博。一家无安，我是 B， 我不知道他想不想匿名，抱歉，这么晚才来投稿鸡汤台题目，大丈夫です，而且正经爸爸又很冗长，如果已经截稿先不回来没关系，还没哦，来哦。那么问题是，好奇家对粉丝，嘎奇可以是这样念吗？嘎奇可以，对，
对啊，Kachikoi的看法是什么呢？你要申请志工竞赛的学习历程。嗯，谢谢笨的草莓，谢谢笨的草莓。Kachikoi，说说自己的想法。首先，我觉得情感这件事是不该压抑的，喜欢成员就是喜欢，情感没有对错。但是我觉得有些干涉成员，因为我这边 Miso 只会回答香这样。我觉得干涉成员隐私行为或许是不该做的，偏偏 Kachikoi 很容易透过这些行为具现化，比如不少粉丝因为 Kachikoi 会每天小盒子早午晚安，过问偶像事业以外的生活，把成员当女朋友在说话，甚至二阶私生等等。听说还有粉丝会传一堆自拍照，想象自己是成员都觉得巨尴尬。有些人一天告白，一天到晚告白黄秘书肯定也算吧。注意一下你们，注意一下你们告白黄秘书。But 自己也很明白，其实不该也不用去评断别人怎么犯偶像，所以也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你这些行为好像怪怪的之类的话。而且会思考这些，代表我一定也很嘎奇可以啦，只是自己嘴硬，听起来又超级同担 G4 再者把情感带入商业的你，是恋爱好像也是偶像这件事的一环，让粉丝们的情感有一个安心的依托，只要不是伤害人行为，或许不是件坏事，只是心里还是觉得很微妙，所以好奇从偶像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把自己当成恋爱对象的粉丝呢？很长吧？这绝对不是 Miso 写的，Miso 是不会写那么长的文章。好，姐姐，谢谢请姐姐回答。身为偶像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我好像。其实我也不算有碰过吧，我有碰，你们有吗？你们有这样看我吗？我觉得没有。明天开始要传查文字来着。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刚刚举例的，我觉得传早安、午安、晚安、自拍照那些，就是我觉得其实不要伤害到成员本身是没关系的，因为怎么讲啊？就是不要做出太私生，像是我，可是我觉得你讲的这种应该是只说，就是如果偶像结婚了，或者是有男女朋友之后，可能就会暴气之类的，会吗？就是如果把偶像当成男女朋友的话，万一只要偶像有交男女朋友的话，根本就不能交。大家，我说以后，以后毕业后。如果结婚或是交男女朋友之后会暴气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有这种想法耶。自拍做成早安图好像很可以哦。我都把我的早安，我有一次把我的自拍做成早安图，然后我们妈有 WeChat， 然后我就传了 WeChat 我的那个早安自拍图给妈妈，然后妈妈就回了我一个点点点，点点点。如果是你，我不会，很，就是他是没有把我当恋爱对象，是这个意思吗？还是恋爱禁止处？对，但是我觉得这恋爱禁止处有点，不知道呢。对，放心里就好。我觉得只要放心里，其实也没什么是不对的啊。就是因为毕竟你就真喜欢他，你就真的喜欢他，你没有办法，那你就真的喜欢他，大好きね。对，就是看人。可是你不祝福，你也没有办法拆散他们，对吧？你也没办法。中间那个结婚会场，孤独娃娃，香蕉哥哥，你居然结婚这样？香蕉哥哥居然跟草莓姐姐结婚。玻璃心碎吧你？不会吧？然后冲出去他们的结婚会场？不会哦，这种事情，喜欢就是喜欢，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就像那位
粉丝投稿的粉丝说的，就是也没有办法压抑内心的情感，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如果是以我偶像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只要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然后不要因为，像我觉得传讯息啊什么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啊我好想你啊啦啦啦什么今天过得好吗什么的，我觉得是 OK 的啊，就是关心嘛，关心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可能去只是做一些比较私生的行为，因为你把他当男女朋友，所以做出一些私生的行为，就觉得ダメです。对，人家也不会，哎，没有，我知道他们的婚礼办在北海道是吗？所以你要冲过去，已经结束了。冲去北海道，人家过得很浪漫，你也去破坏他们度蜜月。你们在干嘛？先不要，先不要。交男朋友的话，敌人就是是这样吗？是这样吗？而且我老实说，就是大家也知道吧，就真的有人成功了，就是把偶像当成男女朋友这件事情，也是有人成功的啊，对吧？我好想你，好想你，什么长五万，其实还好。自拍图我们看了也觉得就是蛮有趣的、啊，就是觉得很有趣，大家会传自拍图给我们这件事情。不敢想，不敢想什么巫毒娃娃吗？巫毒娃娃，晚安，大家晚安。我已经回答完三题了，各位，就在这短短的十八分钟内，在这短短的十八分钟内。突然好想你，你说日本新闻那个年纪还差很多，没有很多好吗？很多都这样，只是有点敏感。台湾好像也有，台湾有，最近好像有一个台湾，我知道的两个都蛮敏感的。哦，谢谢 Akira 的蓝色姻缘棒。一家想看Miso穿青蛙睡照片吗？好，谢谢老沙的掌声鼓励。老三题，可是为什么天天有 Miso 穿青蛙？哎，对，为什么 Miso？ 哎，为什么天天会有？哎，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老三题就是昨天中午吃什么？吃了十 Kia， 然后姐姐有没有男朋友？母胎单身，结束，非常简单的题目。谢谢阿米的玫瑰跟浪野挥手的玫瑰。谢谢 Ben 的草莓、凤梨跟香蕉，和老沙掌声鼓励。谢谢 Lingo 的酱户酱有医护酱户种医护加油打 call， 说到医护加油打 call， 各位我们的护理师衣服的生写真已经开始订购喽，真是很会业配，哈哈哈。破题高手是姐姐，有 Kinoko 我有看到了。青蛙看了拍照传出来，哦，不是私讯啦，到处流行，不行不行。姐姐缺男朋友吗？不知道哎、欸。他就是很传到交友都这样子，他很随缘。我很期待他交男朋友的样子、欸，就是没看过啊。我也没看过哎、欸。就是很期待他会待他会变成什么样子，会不会就是每天不理我了这样子？麻烦排队150号，我的粉丝有那么多吗？连我自己都没有那么多吧。谢谢有一碰的口罩，号码牌1500，一张500太贵。好的，那就是我对卡机可以的想法，就是不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我觉得是没关系的，放在心里其实什么都没关系，放在心里。什么都没关系。谢谢 Kinoko 的枫叶。我之前看过一个理论，他说会说自己是变态的人其实不是变态，就是对啊，可能自己就是因为太变态了，所以才不敢说出来的才叫变态，就是这种感觉。一到一百都是你，问你，原来是
不会不想命名的部分。谢谢花园的爱你哦。有没有做什么事会遇到姐姐的？这是不是有点私生啊？你好，是伯特。嗨，大家，大家要做那个品性良好的变态，就是这样。我要再吃一个锅贴了，各位。会说自己是变态，没有，就是会有比你更变态的，然后不说出来的。你要去哪里啊？Kinoko 没有，等一下。Kinoko 说他刚刚有问问题，那我们先不要回答 Kinoko 的问题，我们先下一位。今年一定要做好的事情，今年一定想做好的事情，要去海边的大西洋海岸，海边的大金门，对对，金门不在大西洋啊，海边的大西洋海岸，流浪到淡水，另一个要去哪里啊？在同一片天空下，哇哦！哇哦，真的是很诗情画意。他是当兵了是吗 ，Lingo？ 今年一定想做好的事情，上大学。哎，我告诉大家，我上第一志愿嘞，我都快哭了。我这个 shock 到。你要去加勒比海？你要去加勒比海？谢谢大家掌声，阿卡跟贝掌声鼓励，跟灰原掌声鼓励，跟阿拉掌声鼓励，跟小雨的掌声鼓励，跟赖灰熊掌声，突然发红包，谢谢米小哥的红包，谢谢阿丹跟比利，阿丹跟企鹅跟优格跟夜 cosplay 的掌声鼓励，谢谢，突然被刷一排掌声鼓励，哦，红包哎，谢谢小雨的红包跟阿贵的红包。谢谢杨雄的掌声鼓励跟阿当的掌声鼓励，哦，好大红包！熊熊是谁？我有一个同学叫熊熊。谢谢国树的掌声鼓励，谢谢红包，谢谢阿 k i 的掌声鼓励。上对，上你第一次了，上。不是台大，跟你们说没有申请台大。恭喜你，我的分数还没到台大，我好为你骄傲。还没台大，谢谢蔡马旭旭的，蔡马旭加油。吃了锅贴，吃哎，吃锅贴是看棒球要吃锅贴是吗？是吗？是什么？谢谢 Ben 的哦 ，Ben 送了一个很贵的礼物。谢谢 Bad 带你去流浪。哎 ，Kinoko 你很棒 ，Kinoko 你很棒。我觉得反正都是学霸，先不要这样。没有，重点是不是太大。刚才就有了，我是八方哎。台北大学等于台大是这样吗？恭喜你，谢谢，开心。他喝完了，在你讲话的时候，太过分了，他就结束了。
在青苹果掌声鼓励。所以今年一定想做好事情。我想要会那个基本的日文绘画。哦，开始许愿，因为我现在有在认真学习。谢谢 Kinoko 的 love。私はあなたの彼女にありますか？是这样吗？不知道，已经做到了，对，已经做到了。谢谢米收收的一万个赞，亚马逊是要加油。谢谢半的蓝色元棒，比上次那件背曲更想去，对比上次那件背曲更想去，好开心哦。该不会全场没有被取的？只是我原本以为这件正曲是不会上，所以我已经放弃它了。然后今天看榜，就是看榜单的时候就，搬上来台北之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整理房间，真的是整理房间耶，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要整理一下宿舍，整理我跟诗雨的房间这样子，我需要清出更多位置放我的东西。谢谢浪客451661的玫瑰，台大的，主播们没钱，没钱，我有钱吗？我看一下，嘟嘟嘟，我看一下我没有钱啊。我那就没钱，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哎，怎么看红包？我看到没有？还差得远，我离500块差得有点远。客厅要顺便一起整理吗？虽然我觉得最大问题是真的需要多一点房间这件事情，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好难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需要有点个人的。私人空间，如果一直都是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因为现在我是短期住所以还好，但是未来如果一直两个人住在一起的话，我不知道好不好。就是感觉大家都需要私人的空间。谢谢庸格的玫瑰，对房间有办法，没钱。最大的问题是没钱，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象都被贫穷限制住了。谢谢大家。那我们进行，就是，所以我搬上台北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整理房间，我要整理出我的书桌，还有我的衣柜，我要买衣柜，我在台北还没有衣柜，有点惨，我还没有衣柜。大家今天还是花圈一家，多买一件就好，没钱，最大问题，而且台北，重点是台北。嘉义的房租一个月2000左右吧，对不对？没租过，不知道。2000左右。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同学会租啊，就是从外地云林啊，你又没租过，云林来的同学什么的，2000，很便宜耶。没有，其实我原本觉得2000就是普通价格啊，然后到台北10000，8000，5000，不是。可是嘉义的行情真的就是2000，就是学生套房啊，就基本上2-3000吧。你高于5000，没有人会跟你租啦。高于5000真的没有人会跟你租。嘉义的行情就是这样，2-3000。如果是雅房，就是像姐姐这间啊，你们也不知道姐姐这间多大，没有，比你这间大一点，2000。8000顶加破旧，但是我觉得你真的买到，不是买，没有买，没有买，你真的租到一间不错的房间，蛮便宜的，但是很阴凉，会不会有人一起住？有点便宜，有人跟我一起分房租，而且会不会他会不会其实有人跟你一起分房租？不可能，因为就是外面很热，但是你进到姐姐房间就会觉得有点凉，就是蛮凉的那种感觉。哎，大家有看到后面有人吗？应该没有吧。6平吗？我不知道，我对平没有概念，我对平完全没概念。
是潮，对，很潮湿，蛮潮湿的，衣服不太会干吧？是吗？是因为加手脚，但是现在开冷气，所以很开心。哈，加菜马靴靴的防疫口罩，2000是地下室，不是啊，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对吧？你有听说过？就是你大学的时候，啊、同学，不是嘉义，你同学租多少？就差不多南部价格。我没有听说、欸。哦，你跟大家不熟是吗？我都住宿舍、啊。宿舍是比较便宜。可以吗？有一台除湿机吧，就是哎、欸，那是空气清新剂。下肢吃红旗。你手是不是其实已经买很多东西在松间楼下花园？那我要去挖。第三题，最想尝试的工作。其实 我对现在这份工作就是我很想尝试的，这份工作就是我很想尝试的，虽然还没有到很成功，就是还不是我心中想的那样，但是往梦想的方向前进当中。学校没宿舍可以住，但是住宿舍会很麻烦，尤其是 idol 这个行业，就是因为晚上平日要练习，然后宿舍都会门禁，加上还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直播，直播很麻烦，就是你会超吵，超爆吵，那你室友会不会在那干嘛？室友会不会就因此讨厌你？从此我的人际关系非常越来越下降，中间很多家具，别住顶盖那种，顶楼真的很热。我们宿舍就很高啊，然后很热。对，基本上很少能看到乌米了。边缘人设，不要，我想在，我想脱离脱边。偶尔还会有广播，什么意思？你讲人际关系吗？哈喽，赶快再吃一个锅贴，弥补一下现在的尴尬。饿了啦。嗯？谁？爸爸。躲去旁边讲电话。
吃。要吃完了。好奇怪的钻石那么好，谢谢 Miso 跟 Kinoko 跟尾鱼的辣芙，还有菜马顺顺的枫叶跟熊熊的辣芙，跟尾鱼的辣芙跟菜马顺顺的枫叶跟两光的聚光灯下打 call， 我还差多少？246，谢谢茄子的 love 跟老少的掌声鼓励。谢谢菜马先生的肉骨茶。快买张花去送给比较不花浪花。太好笑了。我玩死了。吃了十个，蛮多的。去松烟买的话，太好笑了吧！谢谢熊熊的掌声鼓励。那我们先回答下一题：一家最常用的表情符号是什么？我可以画给大家看。一家最常用的表情符号，怎么画？怎么画？忘记了。
是这个，大家知道吗？不是这个啦，是这个。对，就是亲亲亲亲的那个，这个我很常用，在 LINE 聊天的时候也很常用。问别人问题的时候，问别人问题的时候很常用。你可以借我这个吗？然后，装可爱，装可爱的感觉。你可以借我这个吗？你可以教我吗？我可能会迟到一下，我已经到咯。就是不管你是肯定句还是问句，什么都，安卓有，你不要再歧视安卓了，米手手，你怎么一直歧视安卓有这个表情符号好吗？安卓有，你要切换到日文才能打，为什么？可是我是安卓啊，我是安卓呢，我看得到，我是幸运的安卓，我是幸运的安卓是吗？太问号了吧？版本哦，永远是版本。我是一个幸运的安卓，所以这跟安卓跟 Apple 没关系，是版本的问题。真的假的？我超常用这个的。手机比哦，我蛮新的安卓，蛮新的安卓，这个就很的感觉啊，就是可以教我吗？我已经到了，你在哪里？之类的，晚上吃什么？什么的，这个很，你嫂嫂怎么样？一个奇怪表情包，手机太久了，没关系，就没关系，大家在心里想象。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不好，这样，居否符号。2012年最新产品，好像蛮久的，像不像？这种感觉。这表情可爱，对吧？现在就是装可爱时间，姐姐讲很久。是茄子表情，谢谢勇哥的新的光。秀才的卡哇伊，一张。OK 吗？我跟小婷说了 OK 吗？然后小婷说真的很 JK。谢谢两光的新之光，跟老帅的蜡符，跟千面狗的蜡符，跟庸格的蜡符。对啊，姐姐讲好久，真的很 JK。OK 吗？很适合我。OK 吗？我最近很喜欢比剪刀手，好像也不是最近的事，一直都很喜欢。哇，脱离 JK 了，我是老 JK， 我是老 JK。大家知道这背后是什么吗？海底捞的广告单。晚上好。我现在是刷背时间哎，好好笑。OK 吗？对，以第一志愿脱离 JK， 好开心哦，很开心呢。大家知道日本的头发，日本现在女生很流行一种头发叫做。微湿法，就是看起来有点湿湿的，然后根根分明这样，我完全无法做到，太多了，头发太多，感觉头发比较少，比较容易做到，可以开始刷分了，但我还有期中考，我还有期中考，大
学还有对，所以现在脂肪留下来。那不是汗，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的。嗯，关注，拜，姐姐，姐姐，终于讲完了。音乐都来了。爸爸是不是跟你讲，我考上第四学很开心的事情？他讲他梦到你上第四学，一直讲。他一直讲他梦到我上第四学的事情。你没接到乌咪？是乌咪。谢谢勇哥的看好你哦！我跟你说，刚刚勇哥送了一个 love， 然后他中了110倍，获得了220个 love 花，超好哦！真不愧是 love life 的老板，欢迎 love 勇哥，谢谢会员的掌声鼓励。我们要进行下一题了。嗯。哦，我还没回答哎，我还有我想尝试的工作。除了偶像之外，其实我小时候最想尝试，其实现在也一直很想尝试的工作是迪士尼的员工。我觉得虽然感觉很辛苦，但是感觉在工作中是很快乐的，就是可能下班 很累，但是感觉工作中是很快乐。把快乐带，我喜欢做把快乐带给别人的工作。谢谢命的玫瑰。悠悠台其实我也很想尝试，但是听说悠悠台很，不是悠悠台很剥削啊，摸摸吗？不知道哎、欸，感觉儿童台，就是很多新闻，很多新闻都说很剥削，尤其是最近焦糖哥哥，焦糖哥哥说很剥削，穿布偶装都大叔，布偶装好热哦，穿布偶装都很辛苦哎、欸。我要当那个，我要当公主，就是不用那么热的，我要当不用那么热的职业。面试过很，可是我的那个外语能力不好，感觉是超吃外语，迪士尼超吃外语能力，就是你一定要英文很好，或者什么日文很好啊，广东话啊什么之类的。嗯，迪士尼姐更会画画哎。超猛！迪士尼清洁工整个问号，他突然画画了，嗯，超问号的。熊熊叔叔，熊熊，哎呦，熊熊叔叔，谢谢你收收的拉夫。去迪士尼打工很好，我想去迪士尼。那这真的要把握语能力。好像还会，我现在只会 Hello, my name is 王一佳 ，Nice to meet you。我不怕阿贵，你很戳人，你很戳。没有，跟他讲，我不怕尴尬，是我会尴尬，但是我不怕尴尬，大家懂吗？我不怕尴尬，但是我会尴尬。遇到大人，你说啊，我没有遇过会画画的。就是清洁工没有在我面前画画过，跟他说可以吧，我还蛮疯的、啊。迪士尼坏皇后超猛哎、欸，超猛的，超猛、欸、很像哎、欸。你拿谁的签名？白雪公主的签名。你没有恶意。OK， Madu，OK Madu， 画有拍照很尴尬。应该是不会吧，我不会尴尬哦，我会尴尬但我不怕尴尬，大家懂吗？你看是不是去隔壁列，什么意思？那个影片真的很猛，而且不是还有续集吗？就是有很多很多坏皇后的影片。我最近很喜欢讲 OK 妈的，就很可爱。OK 妈的，好像讲太多次了。我来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嗯，
Hello， 没有，他没有讲 Hello， 自己帮他。Hello 一家，没有，他并没有这么讲。Hello 一家，火鸡汤抬头稿，自己跟自己讲 Hello。如果有件事情做或不做都会留下遗憾，一家会怎么选择？虽然今天没办法过去看，但是会乖乖补档的，等你补档哟。但回答几题没有，我今天没有算有几题。日文学起来，こんにちは。太い太いね太いね一ちゃん太いじゃないよ是这样吗？一ちゃん太いじゃないよ 是じゃないよ吗？是这样加的吗？ではありません。什么意思？一ちゃん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一ちゃん一ちゃん太いではありません。一ちゃん臭いではありません。一ちゃん臭いじゃないよ。太くないよ太くないよ。一ちゃん太くないよ。那太いじゃない、じゃない是什么意思啊？都不是啊。哎、啊、是很很多很多。不是哦，那我都不是哦，那我都讲法没有没有一，不多苦哪有啊？讲哪有？嗯，不多苦哪有？不多苦哪有？讲哪一？得瓦哪一？哦，讲哪一跟得瓦哪一差不多意思。哎，我日语变好了，开心。谢谢大家。好，那如果有件事做或不做都会就是不回答问题，突然能回归正题。谢谢英哥的掌声鼓励，跟米收收的掌声鼓励。如果有件事做或不做都会留下遗憾，一家会怎么选？一家会去做，因为就是你不做，你不知道做了会留下遗憾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你会觉得好可惜。但是你。对，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哎，没有，他没有看，他不懂。你懂我的意思吗？谢谢米手手掌声鼓励跟贝的掌声鼓励。就是，如果做跟不做都会留下遗憾，但是如果你不做，你心里会有一个坎过不去。你做了之后，再来说嘛，再解决嘛，就像参加 TTP 一样啊。那你有什么遗憾？其实也没什么遗憾，我觉得我过得很快乐。太好了。对啊，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真的是，我觉得人生真的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啊， yeah. 对吧？人生就是这样，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但是我这样看就会觉得，我小时候被霸凌的事情很白痴，真的很好笑，就是现在都会，就是用很好笑的语气讲小时候觉得很过不去的事情。谢谢阿基拉的看好你哦，打额头什么打额头？哇，异口同声。没有，阿克还多了一个了，所以我觉得对啊，就是做，因为你不做，你不知道你会留下遗憾。哎，你不做，你会觉得很遗憾，但是你不做，我在讲什么？你不做，你不会知道你做了会留下遗憾的这件事情。好哲学哦，怎么那么哲学啊？像小晴昨天半夜跟我讲很多哲学的理论，跟我讲很多关于偶像哲学。偶像哲学，绕口令绕起来。你不揍，你不揍，我不揍，我不揍，我是哲学系。那希望你就是补档完之后。56分，55分，大概55分开始。Hello， 55分开始你的这个投稿的问题。小晴灌输了我什么？就是很多偶像的哲学，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想我说，不知道。好，接下来是进行下一题，也是蛮哲学的问题。Hello， 一家，
他又没有 Hello 一家。哦，为什么你们家是投稿的时候再去 Hello 一家好吗？我很想被 Hello 一下。你们下次记得，如果投稿的话，加一个 Hello 一家这样。Hello 一家这样。Hello 一家投稿心灵鸡汤。想请问一家，犯偶像的时候，如果遇到其他犯做了自己不能接受的事情，却感觉更能得到成员的青睐的时候，该怎么调试呢？举例来说，假设看到有人在直播讲一些不好的、近乎情绪勒索的话，虽然自己不会这么做，但是看到成员不计较，反而很温柔的安慰他的时候，该怎么样面对这种内心的烦躁感呢？Hello， 你好，郑重再见，没关系啊 ，Ben， 就是郑重再见，没关系。Hello， 我是一家，老三没关系啦，对啊，就对啊，你根本不懂偶像怎么说啊，对，就没关系啦，安慰一下大家。重新看一下，观众再见。他们说我也是看到一半。嗯，姐姐说，姐姐她说，啊、又是我。对，姐姐说，那、欸、你说什么？我要看一下 LINE。我说，那等下 LINE 在这里啊。哦，擦掉，擦掉。姐姐说，又我呢？对，你还缺投稿吗？你几点过来？你身上有我的钥匙吗？姐姐是这么说的。姐姐说，哈哈哈，可是我要7点才会到，帮我买晚餐，哈哈。我要吃舒芙蕾。姐姐说，我要吃舒芙蕾。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可怜呐、啊。谁要带你买鞋子？但是我回来的时候你要直播了，可是就9点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店开，哈哈哈。你今天也要来玩吗？好，我要来回答问题了。我来回答问题了。叫他可以在心里想，哇天哪，这不愧是我的偶像的天使。就是我是说，就是反而不计较，反而很温柔的安慰他。天哪，偶像，他安慰他，就是他没有骂他。我的偶像，天哪，大天使，天使，哇哇，哎、欸，我好小晴哦，哇，我这个我真的会被小晴传染，哇，真的是感觉，哇，小晴小晴口红，哇，很好看，哇，天使。计较，他安慰他。呜、哦，话说这要看状况吧。哦，姐姐很跳动哦。我来念一下姐姐的留言。你可以从头这样讲。姐姐留言是，可以叫他在心里想，哇，天哪，真不愧是天使，他是，真不愧是我偶像，他是大天使吧？话说这要看状况吧。可能偶像不是青睐他，是想要开导他。姐姐很跳动哦，姐姐语气很跳。闪亮闪亮的小太阳。对，就是姐姐的回答，也是我的回答。我的回答就是姐姐的回答。为什么？为什么？我觉得你讲得非常好。真的吗？那到底哪里好？哦天哪，是那个、啊、心灵自我调试的部分。好累啊、哦，讲真的，真的很累。对啊，就是想开导他，不是请对，就是可怜呐、啊，可怜呐、啊。就像姐姐说的话，哦，好啊，可怜呐、啊，这样子。Let it go, I hold you back anymore. 干嘛一直看？干嘛呢？我们的对话、啊。干嘛一直看我们的对话、啊？觉得蛮好笑的。I don't care. 对，就是大家有调试到吗？问问题的人，问问题的人有没有调试到啊？对，就是这样子，因为你也不能怪成员说啊，你干嘛喂他，对不对？你也不能怪成员说你干嘛喂他，那很凶哎、欸。哎、欸，我想当演员，可以找我吗？就是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择优而从之，则改其志。乱讲一通，乱讲一通。回答不就不好，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了，你知道是谁问的？谁？不是天天啦，哦，他好像在吃拉面，嗯，真的、哦，真的哦，哦，择其善而从之，岂不善者而改之？哇哦，哇哦，很棒耶，你很棒耶，哇哦，对吧？吃拉面的那位同学，没有，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在吃拉面。吃拉面同学，吃拉面同学对吧？没有考学测前也没有，也没有背起来啊，没有背起来过。那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嗯 ，Hello 一家，哇 ，Hello 一家，哇，请问一家，大家加一下 Hello 一家好吗？请问一家心中 number one 的鸡肉饭是哪间呢？给钱四标，下一题。下一题有付钱的那一间。有付钱？没有，完全没有一间有付钱。给钱四标，下一题。都很好吃啊，都很好吃。哎，我记得有一个是问说在哪里啊？我忘记是，但是我记得。算了，反正我记得有一题是问说，请问，台北有好吃的鸡肉饭吗？其实我没有在台北吃过鸡肉饭，哪里啊？对，付钱的那间。不是你。哦，这里除了嘉义之外 ，Hello 一家。他没有 Hello 一家。Hello 一家，请问除了嘉义？台北有好吃的鸡肉饭吗？你有推荐吗？你应该比较熟。我知道他吃了一间不好吃的。没有，台北的鸡肉饭味道都差不多啊。就是没有很好吃吗？干干的味道。干干，就是干干的。白白干干的感觉。北部鸡肉饭可以吃。我知道淡水有一间许丽杰姐姐开的，但是我没有去吃过，他的那一间叫做嘉义和鸡肉饭。但是它离淡水街上很远的样子，所以我还没有去吃过。就是吃到白白干干。我上次在公司碰到许丽杰姐姐的时候，我就问她说：“我就跟她说，我想要去吃你们的那间火鸡肉饭。”然后她说：“啊，可是很远呢。”嗯，对，很远。干嘛越住了？对啊，很远。很远。大家如果离淡水很近的话。但如果离淡水很近的话，可以去吃吃看许丽杰姐姐开的火鸡肉饭。听这首歌好久，确当没有，还没有，可能坐高铁还没到啊。我见你妖娆，说不定可以耶。还没拍耶，就是下一集还没拍。我接下来的这个月的影片不是家人，因为毕竟现在就是不鼓励大家出去嘛，所以我也就不出去拍片。对啊，大家不要乱出门啊！现在就是不要乱出门拍片。现在，所以我下一部片在家里拍一部很废的片。哦，在家里拍废片。哦，你说我拍的那个？对啊，姐姐拍的废片，姐姐跟我一起拍的废片。哎，我觉得很好笑，没有剪接的很好笑哎，觉得蛮好笑的。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觉得很好笑。我笑出来。我觉得，哎，我剪接功力是不是有点进步？耶、yeah. ！掌握速度的节奏。捷运站要搭公车比较好。哦，哎，你吃过吗？你吃过、哦，你很棒哎，你很棒哎。你手手给阿贵了两颗爱心，四颗爱心。昨天牛肉汤，牛肉汤中午，哎，中午以前就打烊了。姐姐派先可以这样，嗯。废片废起来真的蛮废的，真的蛮废的，真的很废。因为现在就是不要鼓励大家不要外出啊，所以就是不要外出拍片，也要避免延上吧。
姐姐长进加持，还有姐姐的笑声，还有姐姐的笑声，因为真的很搞笑，哈哈哈哈，蛮好笑的，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其实搞不好大家看完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嘲笑的笑声，对，嘲笑，嘲笑，这不是好笑，是嘲笑，嘲笑。哦，但是不便宜，哦，不便宜，吃过一次，哎，你很棒。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是，我有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他说话不好听，常会跟人吵架，请问要怎么改正他说话的方法？我觉得可以先，就是请他听别人怎么讲话，对吧？就是可以学会聆听。我觉得要会讲话，第一个要先学会聆听。哎，我是不是很有道理？哇，可以教他听你的直播。然后用你的说话方式，然后别人对别人就会觉得很尴尬，然后就不想跟他吵，对，说那么尴尬不想跟你吵了，对，差不多就这样。像你喝酒朋友谁啊？哎，没有，哎，等一下，我要再讲一次啊，问题。Hello 一家，要讲 Hello 一家。我一个朋友不知道怎么好好说话，他说话不好听，常会跟我们吵架。请问要怎么改善他说话什么？没有，只加了一个 Hello 一家这样。对啊，制造尴尬，哎，尴尬其实一个蛮好的，啊，就是别人就说什么尴尬，不想跟你讲话，不要跟你讲啊，不要讲话就不会吵架，不要讲，不要讲话就不，哎，不要鼓励这个，这不好，不太好，就不行。先连负面思考，先不要，就连负面思考，是三胖吗？不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问谁。他说他的朋友，对吧？有点道理。你有个朋友是装睡觉不行怎么办？就亲他，对啊。他知道那个公王子，王子与公主，他不是很有用，清醒吗？超有用的。你什么？加油！就是给他一个，就是那个睡美人，不是就是白雪公主也是啊，给他一个最真诚的吻，他就，嗯。偶像打哈欠，哎，大家是不是很怀念那个 Only Today 的偶像打哈欠？你刚才 kiss 我了吗？有这种感觉。首歌加油！不错吧？你手手不错吧？就是可以亲吻一下你那位装睡的朋友，装睡的朋友，哒哒哒。哎呦，苹果上什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亲起来，大家亲起来。记得直播，直播 kiss 啾啾，直播亲吻。呵呵，咪手手当然是想到了谁。所以反正切回话题，反正我觉得就是先学怎么别人是怎么说话的，然后听一下大家都怎么说话，沟通很重要，就是聆听啊。然后我觉得可以讲完自己意见说你觉得呢？你觉得就是代表你不是强势的。我觉得跟别人沟通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强势的，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哦，反正我说服不了你。就是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很强势的，就不会想跟你讲话。对啊，别人觉得你很强势，就争不了你啊，那就没关系啊，不能讲话，没关系啊。加个表情符号，就这个吗？放的超凶！哇，米手这个直接吵起来喽，你觉得呢？我觉得吃这个鸡肉饭蛮好的啊，你觉得呢？没关系啊，你可以提出你的意见啦，没有关系啊，你提啊，没关系啊，我会听，我有在听，我在听。好凶哦！你觉得呢？我有在听。太凶了。你觉得呢？有，我有在听，我有在听，怎么了吗？我知道啊，对啊，怎么了吗？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你说，没关系啊。就这样，差不多这样。不行，加微笑太凶。加微笑真的很凶，超凶，超凶。很好啊，
这个微笑是非常禁忌表情，这个笑脸根本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觉得呢？可以那个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那个邱颖浩，他不觉得邱颖浩超温柔的，你觉得呢？的那种感觉，邱颖浩超好用的，你觉得呢？的那个，你觉得如果每个都叫邱颖浩，你觉得呢？是不是这种感觉啊？你觉得呢？很挑衅耶，大家不要那么挑衅，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比微笑好多。邱颖浩很好啊，有比微笑好。那你觉得呢？的那种感觉，我很喜欢有。原来啊，你觉得呢？可有？欸，他要打 forever young， 然后后面加很多波浪号，就变成 forever young， 就可以唱歌嘞。大家懂吗？大家是不懂，不懂。你有听过吗？艾怡良的。我只有听过那个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可以听。我只有听过英文老歌。大家可以在 forever young 后面打很多邱颖浩，就 forever young。哇，都是广告。哇，欸， YouTube 最近广告超多的。我们要跳副歌，副歌在哪？样到底在哪里啊？在这里。哎，这没有啊。好，那我们听那个魔蝎啾啾的。不够啊。太强了吧！然后他魔蝎啾啾肺片都超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魔蝎啾啾。他那个微笑真好凶哦，难听，难听。你要唱多久啊？五分十四秒，太久了吧？他这首歌的长度大家知道，你看他跟艾良的，他跟艾良。姐姐不停的 forever young， 魔蝎啾啾，喜欢看魔蝎啾啾，很多奇怪的影片。forever young， 仔仔，仔仔 ，forever young， 哎，什么比随便还更好听？其实魔蝎啾啾唱歌很好听哎。哎，简单的歌真的也超好唱。简单的歌，它是首简单的歌。它是首简单的歌。什么意思？就是它歌词是它是一首简单的歌，然后好。我懂了。叮咚叮咚，耶！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我们继续听我们蓝山男，赶快回答问题啊！学会聆听，懂吗？刚才那个答案就是学会聆听。看一下还有什么。最近变胖，所以三餐减量中。可是上班到下午肚子会饿，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解馋？因为我没啥热量的。没有。
种东西吗？煎饼吧。仙草。哦，仙草。煎饼就是那种口粮饼干，口粮饼干很肥吗？会吗？会不会啊？好的啊，可以吃吃菜啊。虽然吃菜感觉不会饱。吃寒天。寒天吃寒天吃仙草，无糖的，吃无糖的仙草。你该没有路，没有你什么都没错过，你只错过了 forever young， 你错过了一个很没有意义的东西，就是恭喜你。恭喜你成功错过了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东西。新片才是新片，大家可以看一下魔邪啾啾。恭喜新伟错过了没有意义的东西。仙草啊，我觉得那种芭乐啊，芭乐不甜，没有很甜，就是不甜的水果吧。莲雾，芭乐莲雾，不甜的水果也可以。椰子，椰子。带一颗椰子去公司，可以喝汁又可以吃果肉。带个椰子去公司，你是斯里兰卡住太久。哦，信伟错过了，他错过了。帮你跟狗说哦，所以那题是帮信伟问的是吗？没关系，信伟可以补档，补档是你的好朋友。冲泡代餐粉，哦，可以喝骨粉啦，就是那种很营养的骨粉。营养骨粉，我最近脸书的广告全部都是一款瘦身奶昔，就是什么？我不知道，要减肥？没有啊，但是就是什么 IG 啊 ，IG 的广告，大家点 IG 不是限时动态，限时动态都会有那个广告。IG 的限时动态。你就点，哎、欸，我有看过麻油的广告，哎，在我的现实动态，我没有 Google 过啊，还有那个 IG 的那个搜寻，不是脸书讲错 ，IG 的那个动现实动态，我，哎、欸，是不是有人帮麻油买广告？太酷了吧！我就看到，就是点现实动态，然后就看到麻油的广告，太酷了，那个广告好久，很酷哎，傻眼，然后一直看到瘦身奶昔。反正是看到瘦身的东西，总之其实蛮多的、欸，就是水果是你的好伙伴。茶叶蛋我觉得也可以、欸，可以吃茶叶蛋，茶叶蛋可以补充你的蛋白质，然后吃骨粉，泡骨粉喝。饮料的广告，哦，不是导演，反正就是一张麻油的照片，一张麻油的照片。第二题，在收到粉丝信的时候，会比较希望看到什么内容？只写自己的事，感觉你们也不会有兴趣。琐碎的小事，平常直播或 IG 发文限动也都可以传达。比较深的问题，写信问了也不会回。就是写信，对啊，你们第一句就可以 Hello 一家这样子。哦，鸭沙西布利是吗？哦，鸭沙西布利没有鸭吧？哦，沙西布利。哦，西沙西布利 ，Hello 一家，你们第一句一定要写 Hello 一家 ，Hello 一家这样子打个招呼 ，Hello 一家，Hello 一家，我觉得就是写，我觉得写为什么会喜欢他，是我很喜欢看的，也不是那种自恋的，我很棒这种，也不是自恋，但是我蛮喜欢看别人称赞我的，你好厉害哦，就是你先戴这个花环，好好看哦！谢谢，我蛮喜欢看，就是那种给予自己信心的东西吧，就是可以从粉丝信获得很多力量的感觉。Hello 一家我也很喜欢看，就是Hello 一家，哎、欸，我告诉大家，就是我去，哎、欸，我要告诉大家，我去自讨伐屋的故事。哦，好啊。啊，算了，等一下时间不够，我现在在讲，我就正常讲故事，就是一个很白痴的故事，也不是一直称赞，就是我喜欢看的，我喜欢看是就是可能那种啊、因为你什么获得一些力量啊什么，就会觉得啊、我的存在还有意义，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件事情的那种感觉，有什么或者是给一些建议。如果，对啊，可以给我建议，比如说，
哦，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虽然不一定会做，但是可以给一点建议之类的。谢谢嘉哥，对啊，你可以写 Hello 一家。那我可以给你建议。你要我建议你可以带蓝色的花环。今天很蓝是吗？这样没有，就跟那个 Bill Flower 那个。但是你今天没有，你又没有蓝色的花。你可以自己买一个。这样你的这样是傻哭啦。可是我下半身是 Bill Flower。嗯。可是这名是班夫。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NG， 你知道 NG 是什么意思吗？我一开始不知道，原来是 Never Give Up。完全想不出来，是 never give up 哎、欸、，never give up 的意思。什么早期他我来抄，不要乱抄。其实大家如果讲一些自己的琐碎小事，我也蛮开心的。我其实可能啊，一家我最近交了女朋友啊，跟你分享，或者是啊，一家我最近求婚成功，对啊，最近求婚成功了，或者是。哦，我最近吃了一个很好吃的东西耶，想要跟你分享什么的。其实大家只要写信来，我都很开心。我要准时关，对，我要准时关，我要准时关。对，在附照片放上。对，这就是我的回答。抄我的也可以，就是可能，嗯，就是告诉。为什么你要写信？就是你要，因为你很喜欢他，你才要写信给他，所以你就告诉他说：“哦，我真的很喜欢你。”然后，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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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我觉得你这样。这一题，姐姐喜欢一家哪些地方？就很可爱啊！快点哦，我们剩七分钟，怎么办？倒计时10分钟开始。怎么办？压力好大哦！快不快的？请问一家姐姐喜欢一家哪个地方？谢谢令狗带我去冰城，可以，赶快提供冷笑话，怎么办？快点，太多了讲不出来。OK， 带过，太多了讲不出来，还有讲不出来。好，母亲节要送我妈什么？手作卡片，送花，我妈超想收到花。没有，如果我妈是一个浪漫的人，那就可以送花；如果是一个喜欢实用的人。手表啊，是吗？送手表，手表感觉不错，手表感觉是一个不错的。啊，我知道了，我喜欢你跟我电波很合。哦，我们对啊，我们都要聊一些很白痴的事情，我们都聊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电波很合，喜欢。谢谢迷搜搜的掌声鼓励，跟雍可的掌声鼓励。好，那我们最后的最后，最后的最后，我们要祝我们的老沙生日快乐！耶、yeah! yeah!。祝你生日快乐，嘿嘿！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呜！谢谢雍可的录音，谢谢雍可送给老沙都是可以。对，这现在没乐器，真是不好意思。有乐器吗？啊，有！我姐姐现场在演奏，我不要。那我要演奏。好啊。会吵到你们。最喜欢吵邻居了。太好笑。好，这个这首歌适合母亲节。哦，贴，哎贴，金钟罩一分就行，这么久。现在没有那个香气哦。有啊。好像在这边吧。可能被你淹没了。没有啊。你要找一下啊。不要，好，我直接拉。哦，就是东西很多。你唱歌。不要，唱什么？什么？祝你生日快乐！哦天哪，唱不下去。快乐。哆哆瑞哆发咪，哆哆瑞哆拉嗦。我没有背，我不知道。祝你生日快乐！啊，唱不下去。啊，我好难哦。换你啦，专业的。可是我不会。哆哆瑞哆发咪，哆哆瑞哆。然后，收发。
那我们演奏一首赛马。不要。继续啊！他就不会啊。继续啊！不要。念排名，你班边拉二胡，你这边拉，我要念排名。有什么可以拉？第一名是勇哥，谢谢勇哥，口给他对走，拉了。第二名是米嗖嗖，口给他对走，谢谢米嗖嗖，口给他对走，是吗？还是我念错了？我有念错吗？我不知道，我是念本场乱话。我有念错吗？我不知道，我先念我的版本。好啊。第三名是 Lingo， 口气大对走，谢谢 Lingo， 口气大对走。第四名是 Ben， 乌米神突，口气大对走，谢谢 Ben， 乌米神突，口气大对走。第五名是 Kinoko， 口气大对走，谢谢 Kinoko， 口气大对走。念钻石榜的话，我的手机会，大家就看不到我了。我只能念本场的话，一二三。第六名是蔡阿玛逊逊口 kita 对走，谢谢蔡阿玛逊逊口 kita 对走。第七名是由 U 一胖由一碰口 kita 对走，谢谢 U 一胖口 kita 对走。第八名是低调的灰原哀口 kita 对走，谢谢低调的灰原哀口 kita 对走。第九名是老沙 solid kokita 对走，谢谢老沙 solid kokita 对走。第十名是浪里的挥手 kokita 对走，谢谢浪里的挥手 kokita 对走。第十一名是两光 kokita 对走，谢谢两光 kokita 对走。第十二名是许阿贵 kokita 对走，谢谢许阿贵 kokita 对走。第十三名是阿当 ，Kokita 对走，谢谢阿当 ，Kokita 对走。第十四名是青苹果 ，Kokita 对走，谢谢青苹果 ，Kokita 对走。第十五名是夜空 Sky，Kokita 对走，谢谢夜空 Sky，Kokita 对走。所以钻石榜是 Miso 是吗？我看一下 Miso 的奖励是什么。还没。他说他要讲一段话。那我要开始了。OK， 上班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不要太累喽。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哦。等一下，一个看镜头。OK， 上班辛苦，要好好休息哦，不要太累了。明天要继续加油哦。OK， 上班辛苦，要好好休息，不要太累哦。明天要继续加油。OK， 上班辛苦，要好好休息，不要太累。OK，上班辛苦了，要好好。OK， 上班辛苦，要好好休息，不要太累。明天要继续。OK， 上班辛苦了。你偷在我耳朵旁边讲。
哦，凯莉，上班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不要太累喽。明天也要继续加油哦。耶，太棒了，真的是很棒哦。OK 的，谢谢勇哥的掌声鼓励，有回声哎，对啊，很厉害耶，有回声哎，有回声哎，真的很棒。好啦，那我们。还算准时，算准时结束。我们要，水果冰淇淋。应该都有回答到吧？有谁没有被回答到吗？水果，谢谢勇哥的生日快乐，上不见了。自己做一台独高机在前面，傻眼。水果冰淇淋。水果冰淇淋。打不赢还是到最后再赢我。所以啦，佛跳墙出现了，出现了，耶！恭喜我第一次。吃烤丸子。大朋友。大朋友。啊！谢谢米嫂嫂的红包。拜拜，拜拜！谢谢阿 K 啊，掌声鼓励！谢谢浪客的 love， 恭喜浪客的 love！ 峰峰可可家都是狗狗鸡肉饭晚安，浪客鸡肉饭晚安，肯豆狗鸡肉饭晚安，笨鸡肉饭晚安，茄子鸡肉饭晚安，晚安。菜马旭的鸡肉饭晚安，谢浪客 C9C92 鸡肉饭，就看好你哦。茄子鸡肉饭晚安，要 kiss 的首歌，首歌要 kiss。阳光鸡肉饭晚安，浪客 C94192鸡肉饭晚安。尾鱼瑞婷神推鸡肉饭晚安，家鸡肉饭晚安，养生鸡肉饭晚安 ，Kinoko 鸡肉饭晚安 ，Jeff 鸡肉饭晚安，老沙鸡肉饭晚安，青火鸡肉饭晚安，如果就问我哦。嘿，灰头鸡肉饭晚安，小哥鸡肉饭晚安，夜空 sky 鸡肉饭晚安，狗叔鸡肉饭晚安，茄子鸡肉饭晚安，小熊鸡肉饭晚安，志伟鸡肉饭晚安，菜马逊逊鸡肉饭，熊熊到底是哦，熊熊是 Mina 的粉丝，人家小熊熊到底是我同学，好不是，谢谢菜马逊逊的康乃馨，加油。谢谢贝贝贝鸡肉饭晚安，小白兔鸡肉饭晚安。因为最近我同学有些人会来看我的直播，让我感到有点害怕。谢谢老沙，哎，我是最快的。国术上课加油，祝你成功，也是成功考取你的第一志愿，就是公务人员。第一志愿，大家晚安喽，下次直播时间，礼拜一，应该是礼拜一。大家晚安，5、4、3。2、1，谢谢。881勇哥的再见三优跟贝的 love 跟 him g， 再见三优，大家晚安，5、4、3、2、1，拜拜。